有人打我呢，有人打我呢，好像谁看着我们了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啊，和平精英啊，我跟我的小伙伴青莲玄，咱俩玩雪地地图，本来我就眼瞎，还选了这个雪地地图，我更看不着人。双排吗？这是，我不知道为啥双四我都不那啥，这双人四排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不是这个双排啊，老是打不过，也不知道是我菜呀、啊，还是对面厉害。我没捡着枪哎，哎呦我的妈，我二倍镜，你有枪没？我没有，你能不能分我一个手枪也行，就一把呀、啊。对，咱俩一个方去，一个方去蹭吧。这把靠你了，我眼神不好，我看不着人。哦，这个洞，这地图我不熟啊。没枪吗 ？AK， 五六子弹，八倍要不要？那我先给你拿着吧，我不打狙。我看看啊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这儿有个98K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收差不多了，走呗。随便，我跟着你，我不熟。我是真看不着人，我死盯着我也看不着。我这里有物资。M4，我有了爆炸弓。我这来人了，行，听你的，你愿意刚咱就刚去，你愿意狗着点咱就狗着点。八倍你不要吗？咱们有六倍啊，六倍你不要了啊？我有八倍啊，我以为你下去了呢。咱俩往哪走啊？那咱们这个过于狗了点吧。三倍你要不？7.62你多吗子弹啊？扔哪儿了？扔得远吗？哦，这得啥时候说呀？啊，收圈了。主播在吗？说句话。不说。哇，这收圈这么慢呢、啊、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在后边呢，又是个三倍，咱去哪儿？我又捡个三倍，太搁这待着了。咱们是不是得往那个什么哈达农场往那靠一靠？还有一分多钟呢。前方有危险，后边有人。前方有危险，我是真看不着人。等我一会儿。我的妈，这白茫茫的，剩33个人，这房顶是不是能上去？我这地方挺好啊，子弹有点不够啊。来人了，这枪也挺好用的。我怎么还听到脚步声呢？说圈了，走啊，那盒在那儿呢。前方有危险，我这里有物资。7.62，我不要了，我换枪了。狙的消音呢、啊？要你急救棒你不要啊？咱俩得走了，走啊！哎，这有个车。前方有危险。咱俩在这房子里待着。前方有危险。这也行，这也行。前方有危险，小心点，可能有人啊！卡了一下，我去，吓我一跳，一点声都没有。这有个木心纳杆，你要不要？这射速也挺快，空投好远呢、啊。剩13个人了，就12个。咱俩是开车再往里近一点啊。那走吧，来人了，我们这儿。
有人打我呢，有人打我呢，好像谁看着我们了，你看还打呢，哪儿打的，打我们呢，哪儿打的呀，是个消音，像是那个260方向，还打呢，我、哦、这都能打着，他们在圈外边呢，哪儿打的呀，两个人啊，你看着他了吗，倒一个，你给我标个点呗，我没看着那个人，干死了，击败了淘汰王，还有一个呢，你小心点，两个全死了，哎，咱的车呢，我这车这么溜啊，赶快进圈吧，捡完了啊，干起来他们，树后边，树后边，前方有危险，你小心点啊，剩一个了，树后边那个是，应该树后边那个了，我没看着他，我是真看不着人，他搁哪儿呢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他残了，他往左边撤了啊，搁那边呢啊，前方有危险，一百方向，一百方向，我没看着他，他扛毒呢，毒死了，哎呀我的妈，这个费劲啊，我这枪真好用，这啥吃鸡了，太跳了。